你过来，我给你挑一件啊。这个，你试试，怎么样？好看吗？这个料子是双轴真丝的，这你都懂？我爸是个裁缝，他摸什么料子都知道。哎，可能遗传了他，也有这个本事吧。那太好了！哎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件。 他们说是真丝的，但我摸着怎么，你帮我看看。你这也有点真丝，但是里面应该是生蚕丝加了化纤。真的呀？我就知道他们在骗我，我得找他们去。当当当当！别动！哎，哎呀！ 你别捂什么呀，这衣服就得这样穿，你懂不懂？啊，其他弄了吧。就得把锁骨露出来，这样才有曲线。好看吗？真的很好看，真的。是吧？我说什么来着？量身定制。哎，这个。好看，你看。哎，你过来，坐下。这么好看。给你画个妆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不用了。哎，你相信我，你试一下，来。 这样好看，我把那个戴嘴摘了，怎么样？你看，我是不是很性感？我太好看，你看看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你们两个土包子，平时一点都不知道打扮。给我拍个，我还没有，我要这个眼神。你先搭个这个耳钉，你把这个给戴上，然后出去把那个鞋子。阿娇，赶紧跟我走。 去哪儿啊？我们会所今天招新人，今天这面试呢，你赶紧跟我走。我不去了。我们会所是这一片最高档的，店面豪华，客人又斯文。我真的不去了，谢谢。你是不是和阿香一样，嫌弃我工作呀？我不是，我正忙着呢。那你还犹豫什么呀？ 我跟你说啊，听说我们店招新人，那别的店都打破头了。这样，你跟我先去试试，我们老板还不一定能看上你呢。那万一试上了，你再考虑去不去。你看这样行吗？多个机会，多条路。我这也是为你好。我把这碗洗了，我先请个假试试，好吧？ 赶紧啊！哎，我先走了。老板娘，我这碗洗完了，我能不能请2个小时的假呀？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朋友找我有点事儿。哦，那上课前你必须要回来的啊！哎，好嘞。 转左边看看，左边，右边，看一下后面，背面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好啦，转回来了。哎，你这头发！我一会儿我就带他弄。哎，别驼背啊！哦，背。行吧，你带他下去收拾收拾。 换身衣服，哎，正好啊，我有波客人在包山，你带着去实习实习。好嘞，谢谢李哥啊。走走，包山再送点果盘。快，别来客人了，被六果盘怎么还不上？快点上。我是跟老板娘说，我上课之前要回去的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什么时候了？你这边到几点呀？哎呀，很快很快。 怎么样，郑老板？哟，阿英，想我了吧？你猜。哟，这位哥哥我没见过呢，你也不给人家介绍一下。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可是我的好哥们吴总，现在的生意啊做得可大了，今天啊你一定要安排好。放心，吴老板。
这是我今天新来的小姐妹，吴总您看看，来坐。她今天第一天来，您多多照顾啊。没事。郑老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娇。阿娇，世人福气，娇福你，只是心诚，恩泽舍。哎。 好名字啊！好名字，老吴啊，出来玩还念诗呢，有文化，有品味啊！你不知道啊，我下海之前啊，可是在大学里面教英国文学。不会吧？我告诉你，好多世界名著的英文原版，我现在啊都能背。这么厉害？哎。 各位，要不，老吴老板给咱们背一段怎么样？好，我背一段，来一段。这个你上次有意思多了啊！那咱们就让吴老板给我们来一段洋墨水，好不好？来，大家打鼓励。来来来来，那我就献丑了。我随便背几个选段。好，好呀。嗯。 A face of my life, view end tonight. 什么 view start a new face? 妈妈，这句的意思是我生活的一个阶段今晚就要结束，明天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。对，又学了一句。这段话呢，出自《简爱》，意思就是说我生活的一个阶段即将要结束。 明天啊，就要开始新的阶段了。阿娇，来，咱们就为你这个新的阶段。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跑什么呀？回来！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你给我站住！阿娇，停！你站住！ 你跑什么呀？我没看出来你这么大脾气呢。阿香，变态，一群变态，业务员变态，跟单员也是变态。我天天伺候他们吃喝拉撒的，加班我也陪着，所有人都使唤我一个人，今天出事儿了，今天出事都怪我。 就给我这几个工资，凭什么？凭什么这么欺负我呀？我不干了。哎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哎，一个两个都在这撂挑子。还有你啊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别提了，我好心带他去我们会所面试，我老板还挺喜欢他的。第一天就让他上岗实习挣小费，他倒好，给我真下客人就跑。 对不起，阿姨，我真的不行。你自己想清楚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而且我们老板真挺喜欢你的，这不让我回来追你呢吗？我不行，他不行，我行。你，不是，阿娇行，我怎么了？你疯了吧你？你有好好的工作不做，你去做什么好好工作呀？那好工作你去做去。 你没看他们都欺负我一个人吗？再说了，我今天从公司出来的时候，跟他们大吵了一架，我肯定回不去了。你要不，你跟我去试试？我们就这一天面试啊。走吧。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回去？那我穿这身……哎呀，赶紧走吧，你别后悔啊！好。 你干啥去了你？你不是答应我上课之前回来的吗？你看现在都几点了你？你快点，我马上。阿娇，阿娇，大白走，两腿合一，暖和。你不要进去，快喝。好，哎，好嘞。
把这个肉啊，一半放冰箱，一半切成肉丝，啊？好嘞。你昨天请半天假，你阿姨非要扣你50元工资，我好说歹说她不扣了。哎，对面302那个，是不是找你应聘当陪酒小姐？也没有。 肯定没被人看好。哎，你要想当陪酒小姐，我教你呀。我不想学。你这么硬气，哪一个男人能看好你？你阿姨就不在这儿，放松一点。 出活累活，我帮你。到时候让你阿姨呀，给你涨点工资。你干什么？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是你老板，你敢得罪我？哎，你想好啊，走了就不能再回来。臭丫头，还不让上手。 你好，请问你是哪个部门的？行政，今天新来的。哦，我说怎么没有见过你呢？进去吧。你好。 昨天早走，今天迟到，你到底想不想干了你啊？啊！
你谁啊？阿香不干了，我来替阿香。什么？阿香不干了，我来替阿香。哎，我说你这小妹妹啊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？你以为找工作是玩游戏呢？你以为我们公司是过家家呢？你想顶替就顶替啊？你是 Amy 姐 ，Amy 姐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保证我能比阿香干得还好。我这人又爱学习又肯吃苦。 你就试我一次，如果不行，你赶我走，我可以不要工钱，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，小妹妹，我跟你说，我们是正规的大公司，就是请人也有招聘制度的，你赶快走吧。制度不是人定的吗？制度就是为了让公司更好。如果我能干得比阿翔好的话，那我就是可以符合公司制度的呀。我告诉你，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叫保安了。艾米，赶快走，艾米姐。 刚接到通知，林氏集团的代表临时来访，要准备接待工作。现在已经从机场往这边走了，还有半个小时就到了。这是嫌我手里边的事情不够多、不够忙，都赶到一块儿了。招待的几个场地都准备好了吗？他们都准备好了，等着您亲自去看。哎呀，我哪有时间去看呢？我问你啊，你手上有空着的人吗？没有。那你跟着我。 去支援您市集团的场地，艾米姐，我一会儿还得去给西班牙客户买药，他们有一个人头痛病犯了。那你赶快去，不要在这儿啰嗦了，赶快去。哎，那个日本客户会议室的空调温度要调成26度，不能再低了。好，上回啊，客户已经投诉过了。知道了，我马上就去。你赶快走，不要再跟我啰嗦了啊！你不是需要帮手吗？那你刚好试试我吧，我可以帮你的。如果我干得不好的话，就这一天而已，艾米姐，反正你现在也找不到人。 跟我走，把空调打开，开关在墙上，26度、23度，热带国家来的人喜欢冷。还有啊，把桌子要擦干净，嗯，椅子全部要摆好，椅子的椅背和桌子的距离相当于小臂这么长。 好，还有啊，赶快找个袋子，把这些桌盘全部收起来，来不及弄，也不能空着摆在这儿。还有啊，你赶快去茶水间，准备好茶水车。嗯，凉的冷水一壶，热的绿茶一壶，热的红茶一壶。嗯，还有你要准备10个小的水果盘，每个盘里边放半只香蕉，嗯，半个苹果，嗯，5粒葡萄，3小块菠萝，水果在茶水间的冰箱里。 全部弄好了以后，要用保鲜膜封好，越快越好。嗯，全部 OK 了吗？弄好了，10份水果，4种茶水，然后茶叶我都放在茶杯里。 马上就到了，最后再确认一次，全部 OK 了。好的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沏茶吧。好，都弄好以后。 你去茶水间。好，随时待命，我不叫你，你不许出来。好的。喂，接个电话怎么这么慢呢？赶快煮一杯咖啡，送到会议室来。咖啡？对对，知道怎么煮吗？机器里边应该有豆子的，你看左边3个按钮，最上边那个按一下，就出来咖啡了。你赶快送过来，温度不能低于70度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没事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先擦擦自己。啊，这怎么办呀？擦擦吧。 真的对不起，我给你洗。没事，真没事。对不起，方总，要不你把衣服脱下来，我们帮你处理一下。这是怎么了？新人笨手笨脚的。没事，小事。方总，真不好意思，洽谈还没开始就发生这种事。是啊，我帮你洗吧。 没事，拿干洗垫就行了啊！你自己去。艾米，马上联系干洗垫。好的。还是谈正事吧，走吧。跟我过来。你可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！ 对不起，艾米姐，对不起，你这话说的倒蛮轻巧的嘛。现在被你连累，衣服我赔不起，工作也许都会丢了。你看我干嘛？林氏集团，东南亚最大的服装公司，行业巨头，人家第一次来我们公司，你就给了一个这样的见面礼，你搞什么名堂啊你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你还问我怎么办？我真的是累晕了，我怎么会用了你？你赶紧走。 希望这次合作为我们的未来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，一定会的。再次为这杯咖啡给你赔不是。<笑>我还要感谢这杯咖啡，这是一个好彩头。希望我下次再来拜访的时候，还能见到送我这杯咖啡的员工。<笑>你真是大度量，我只是不想因为我让一个新人丢了工作嘛。你放心，你下次再来的时候，我保证他一定还在。 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艾米，哎，赵总，怎么样？谈妥了。谈妥了，怎么个妥法？据说合同已经签了。真的？哎呦，太好了！真的是谢天谢地啊！哎，我赶快把他打发了。把谁给打发了？那个茶水小妹呀、啊，我呢怕事情谈不成。 公司追责，我就保安呢把他扣住了。现在既然没问题了，我赶快把他放了吧。这尊佛啊，我们供不起。这尊佛，你恐怕还得供着。哎，你别跟我开玩笑啊！还要供着。 去吧。没想到你交了狗屎运，因祸得福。公司给你留下了。真的？感恩那个集团的大客户吧。就是刚才那位方总。 明天带着身份证来报到。谢谢。 他就是刚才啊，把咖啡洒喷你身上那名员工。我知道，没关系，真没关系。下次见，一路平安。好，谢谢。再见，再见。
磨蹭什么呢？还不换衣服？我有点不太想去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有什么对不对啊？你想那么多干嘛呀？你教我说那些话，我说不出口，我觉得特别扭。我教你说给别人听的，我让你自己琢磨了吧。我跟你说啊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你多说两遍就跟念经似的了。吃饭，那个老板娘烦，一直在那叨叨说你跑了，又骂我了吧？反正没好话。回来啦！啊！哎呦，还挺合适的呀。哎，你不会真去了吧？他们把我留下了。谁把你留下了？艾米姐还有公司。别吹牛了。真的，他们把我留下了。他们跟我说让我明天去报道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是吧？哎，你知道当初我进公司有多难吗？我家求爷爷告奶奶了，把我二舅爷爷、学生的岳父、小姨子牵动进来了，才给我整了这么个位置。这也太轻易就把你留下来了吧？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到现在为止啊，都没跟我家人说我离开公司了。他们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得骂死我。这地方这么难进啊？啊。那我真应该感谢一个人。谁啊？感谢我啊？不客气。哎，你放着一个月几千块钱不挣，去挣八百，我真不让你影响。咱俩管不了他。不过我跟你说啊，那地方可真不好混啊，叫简直就是虎穴狼窝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虎穴狼窝，你真的小心点。哦，对了，艾米姐说，我需要拿着身份证明天去。可是我身份证在我来的时候弄丢了啊！这点小事包我身上了。小事儿，我有个老乡专门给人办证的。身份证也能办吗？有钱什么办不了呀？哎，你走不走？哦，来来来，拿包啊，快点啊，走了啊，去啊。英子，阿星你还记得吧？人家都结婚了。他三婶就是从你们村嫁过来的。他三婶可还问呢啊，问我你找对象没有？我哪有时间找对象啊？没找啊？没找踏实。哎，哎，怕我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呀？讨厌啊！陪你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出事。哎。洗完没有啊？行，拜拜了。只要你好好干，公司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嗯，身份证。身份证给我。简爱，这名字不错啊。我们公司是做外贸的，经常和很多外国人打交道，员工都有英文名字。你有英文名字吗？简爱，那你就叫俊吧。嗯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接替阿香，负责这一层的后勤和行政工作。知道。这边是会议室，这边是洽谈室和样品室。市场部是公司的核心，这面是市场部的跟单组。好嘞，黄总，进。这个订单，我去。好的，好的。我只知道。这边是市场部的业务组。你的工作说简单也简单，就是要打扫卫生、端茶倒水，还有跑跑腿儿。说复杂呢也复杂，这些同事都是你的老板，他们有自己的要求，
你呢要机灵着点，眼里边要有活啊，别等着他们叫你催你的时候你才动。尽管你有大公司大客户加持，但是如果你干得不好，我照样炒你鱿鱼。明白，艾米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大客户的。行吧，干活吧。你的咖啡。哎，我要的是碧螺春，不是咖啡。放心吧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你怎么用咖啡杯装茶呀？哎，您好，下次注意。姐，这咖啡怎么这么甜啊？你要让我得糖尿病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下次注意。姐，我的咖啡怎么一点糖都没有？姐，我矿泉水，快点啊！哎，马上。可能你们俩的，我弄错了，对不起啊。哎，这黑板谁给我擦的？我昨天写那么多数据，怎么全都没了？谁干的？怎么说话呀？这怎么回事？我擦的。你怎么回事？我那么多数据你全给我擦干净了。哎，该干的活的你不去干，不该干的你怎么瞎干呢你？没事儿，我们部门人就这样，一个比一个能怼，其实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习惯就好啊。又得浪费时间重启。百年没碰到这种破事，今天真是倒了血霉了。这是我干什么？好了，我的、啊、你的咖啡我给你弄了。哦，哎，这不对呀、啊、怎么了？我点的是芹菜炒肉丝，这是青椒，我不吃辣的。那我再帮你点一份吧。那怎么来得及啊？等你点好做好再送过来，我午觉都睡醒了。哎，要不我帮你吃啊？你这个是虾仁炒蛋，不辣的，要不你们俩换？你还挺会安排。哎，我这个怎么是虾仁鸡蛋？我不吃海鲜的。我是按照你们要的点的呀。啊，没事，那我吃他的这个，我拿这个。小伙儿长点心吧。啊，给我泡茶。哎，好了，你去泡绿茶吗？啊，绿茶的。啊，真正。你还没吃饭呢吧？啊，我没事儿，我忙完了再去吃。你把东西放这儿，别守着，他们吃完了以后都知道扔进去，到时候你再来收就行了。好的，好的。去吃饭啊。好。那谁，你叫我吗？对对对，过来过来。你还没吃饭呢吧？你的饭我给你放保温盒里了。你赶紧帮我发份传真。哎，这个你能教教我怎么发吗？哎，我有这功夫教你，还不我自己发了。给我。您好，我是中纺，请收一下传真。这样他们就收到了吗？对。谢谢啊。哎，那个谁。你叫我吗？啊，一会儿帮我也发一个传真，这个传真号码在这个纸条上。好。哎，喂，啊，好的。您好，我这里是中纺，麻烦收一下传真。文件再给我一下。
经发完了。已经发完了啊？手怎么这么快呀你？你让我发的呀。我刚才说一会儿一会儿，你听不懂吗？一会儿。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个屁用啊！对不起，你让我怎么跟客户道歉？你知不知道我这单多不容易？我这是怎么了？跟你说，你来的正好。你们这后勤部一个个招的都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招你们是给核心部门帮忙的，不是来添乱的。怎么了？我传真发错了。传真都能发错？你也太给我长脸了吧？那现在怎么办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你们自己跟客户解释吧。艾米姐，会影响公司的项目。你还替别人操心呢？你操心一下你自己吧。怎么了？啊，正好你来了，这事儿你来解决吧。你到茶水间那儿躲一会儿。行政部新来的那女孩可真倒霉，怎么偏偏就撞她枪口上了？也不是那个女孩倒霉，谁遇见她都倒霉。你还记得之前那个阿香吗？活生生的给骂走了。哎，这次可是连行政主管都连带着一块骂了，真够凶残的。嗯，怎么说 title 也在她之上哈。就是啊，你说她梁斌到底算个老几啊？不就是跟你我一样是个跟单员，老板自己当业务员，也太横了吧。业务部那几个还有部门老大还都买他的账，瞎了吧？谁让人家次次都拿第一呢？当业务员也是迟早的事儿。嗯，什么呀，有本事你也拿个第一，我们都捧着你。那你先捧我一个试试。走吧，工作。哎，阿江，你还没睡啊？怎么了这是？那么不高兴了？是不是在公司受委屈了？你看看，被我猜对了吧？哎，你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我要走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想好好做事情，那帮人呢，根本都不讲理。就像咱们欠了他钱一样，整天摆一张臭脸。阿香啊，要不你还是来我们会所吧，我们这边人那么和和气气的。就是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做了一个大客户，你看，500小费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只有你半个月工资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这老吴吧，虽然动手动脚的，但是出手大方呀。是，下次他来你还讲话。行吧，让给你了。哎，阿娇，你要是还想来，我明天跟老板再说说啊。就是呗，你才试试。不行。啊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俩都行，尽管说。我把办公室的平面图画出来了，你能告诉我这每个人做的都叫什么名字，然后他们有什么喜好，平时都爱吃什么？我的阿娇啊，你是不是傻了呀？你还打算回去啊？我看你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哎，你们慢慢聊啊，困死我，睡了啊，睡吧。我也睡了，我太累了。我求你了，你帮我一下。哎呀，我今天太累了。真的，我求你了，我跟你讲，我给你按摩行吗？真的，帮帮我。咱们应该没有迟到吧？啊，时间还够。哎，幸好你发现了，何总，看一下这，啊，我检查一下。行，如果问题的话，那去请走。你刚刚出来没？我觉得这一趟这个报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那我再核对一下。冰姐，这是您的碧螺春，这次用的是茶杯。这可以改一下。啊，是。